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，为何秦王一定要缉拿我？这是你的苦，王要我死，我岂能活？寡人不会要你的命，寡人要的是你。我要让天地万物都归附于我，大秦王位，寡人绝不退让。 就算我人留在你的身边，我心永远不会在你这里。无论是多么宏伟的一统大业，一定是兵凶战危，只要是有战事的地方，一定是生灵涂炭，百姓受苦。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。你不能杀他。寡人身边就只有你了。